盲女在那个帐篷那边，应该狮子的电击。人类都能听见它敲钟的声音了，何况屠夫。这是被震慑了吗？完喽，救不了喽！看能不能平一下。才盖了。动了，鬼屋后面快了，好像。哎，这个人怎么又被吸了呀？你忽必用一下呀！搞了半天技能都没交。
怎么半天不推接近器呀、啊？前方没修机子，求了。修修太快了，真是救我完结局不一样嘛，反正这台机子要好的，请问再过来救演员贴门，想现在交了。
没闪，没踩板。你就不惧人呢？再见，人菜还鞭尸呢。慢点，交闪了，吃点的笑的，吃点给吸一下，丢个吃点，丢吃点，灵性一点，别跑啊！牛逼！角落里面，往里面死了，拖时间。
如果有挣扎的话就下来了。可以。那板子不下了。下来再坚持一会儿，三层火就好了。真就直接交闪。狙击上了，搬什么蜥蜴啊，我日。这还准备了呀，哎呀，脱手炸简直了！
太重了。找个耳鸣呗，下一局。这下好了，神仙约瑟夫来了。哇，这你还炸？一砍三，跟张张，我的天！一波金枪砍三个，他还能砍四个。丢个锤子，修完电机走人。下一局，喝个耳鸣。
发消息啊！我的妈呀！妈，你这是终于发了，什么？你这随缘找，感觉精神，他没插眼，前线也没交。骗不出来了还，兄弟，叫完兄弟给我摸一下。撞了，走了，精神好了。传送了，估计凉了，救不到。压一刀斩，完等个啥呀？好了点不就没事了吗？
防止他带金身，我不去了。看那结构就感觉像金身，带个金身抓人，然后前锋球用完就换传送，不知道哪学的套路。我靠，这么远的吗？甚至没给鸟啊，我也很绝望啊。你看金身，看到金身头大了，不用治愈了。他产生黑白，那都怎么开技能呢？只能从娃娃身上开。
船了。蹭个 buff。我给他蹭 buff， 就是让他贴门去了。还要传送呢，我不着急。佣兵哪去了？这下完了。直接走门呢，帮你咒一下。
我要把他带到那边去，带到门里面去。结果这个家伙要走地窖，先假装走吧。他怎么可能会让你走地窖呢？你直接走门不就没事了吗？让他摸好吧。走啊，你还回去，我的天。黑妹，杂技，两个。哎，翻出去了吗？还有鸟，它死不了。往平局打了，先锋人皇，然后柔人补，先锋过来救。接下来失误了。
谁叫我两次杀到谢谢了啊？摸得这么快的吗？这要么拿了个满球吗？哎，那些说练手说能上比赛的。如果你上比赛发挥不好呢，反而会起副作用。万一你坑了呢，被一堆人喷，打个不认，留了。完了，炸了！小鸡至少干扰了，但意义不大。开个二级隐身好追，
真就给磨起来了。不着急换。现在换。这波乌刃没丢好，送猴子了。要不在这拼了，强势没开门，他不弹。他直接走了小门，挂了吧。他要弹就能赢，他不弹了。他们想弹佣兵啊。等我一刀结束，然后过来捞，可以的。那他佣兵的话，这边可以不抓佣兵，佣兵没护臂，只要打中一个受伤，抓其他任何一个人。应该有人绕过去开门了，一个人在那个。不知道敢不敢救，反正赛季末了，可以谈一下，谈个锤子。那调音师没要去小门而已，在开门。不去人皇了，小木屋走了。小木屋如果有前锋的话，我就绕一圈。提前下板，然后滑板加速。你香水呢？可以的，探香水当前不合使用该道具。
自己探就是。哎，这都没中啊！真的优秀。完了，我瘫了。这下好了，调香师没倒，前锋也没倒。帮他拖了20秒，拖了一下一个不认。拖的时间越久，对我越有利啊。我这把就没打算赢。失误太多了，本来1元2楼就能带走他的，那一波不认亏了，就直接没了。清醒的，你这不是把自己卖了吗？接船吗？
我假装瘫。废墟有人呢，废墟没人，请朋友再开门。那个杂技演员应该在二楼。两个人都在呢。出老几了？平的不归。不那不那二楼那个误认。丢不着，哎呀，完了！还好，至少拿到刀了，跑马拉松了。两个人都卡了这儿，什么破刀？这么迷？真的是贴脸打都打不中。我有愤怒，很快。这人还想秒救了。
鸟还没教啊，问题很大呀。开得真快啊。这周二楼两块板子没踩，上二楼不敢追。估计跑出去了吧，我移动速度没他快，他有加速我没有。没吃到磁铁，没拿到限制刀，太亏了，贴脸刀都空。